我喜欢你这件事情会害死我。My liking you is going to kill me.、啊、这个裤子抱着我的腿如此的紧，他们已经开始听过痒痒的，在几分钟之内，我扣好最后一个扣子了。My securing the final button、那为什么不用 I secure 要用 my securing， 它放在 of 的后面，它不可以加动词。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把所有的句子变成一个名词，这件事情，我喜欢你这件事情会害死我，本来是 I like you 嘛，可是我要把它变成这件事情要怎么办？ My liking you is going to kill me。所以你把一个句子变成名词是怎么样？你甚至可以这样讲 ：That I like you is a fact。我喜欢你是个事实。我把 I like you 加一个 that， 它就变成子句了，对不对？你就可以这样用。